哇，还有谁呢？还有谁？我们还没有公布到的呢？哎，这也是蛮帅气的一个背影，我们来听听。他走路有设计的哦，有发现？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。追求梦想，需要有四力：努力、毅力、耐力和魅力。哇哦！这个到底是哪一力呢？欢迎他走出我们的隧道来。欢迎，要恭喜雅慧入围20大，恭喜恭喜！欢迎雅慧来到我们的中间。Hello， 你们好。你好，那雅慧，你有四力吗？这边。我没有四力，我的四力都在这边脑里。很好。没有没，你应该八力吧？你最近不是常去健身？等一下给你看。哇哦！你今天这一套是风水师吗？这个是这个是功夫身。功夫。OK， 雅慧，感觉这个20大也常常看到你的名字。对耶，你今年有没有信心上台？有没有什么信心上台？有没有信心就要靠大家帮我投票了。嗯，粉丝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，哎，你已经读了几座了？感觉你离神坛应该也蛮近的。对耶，还没耶，还没有，还没耶，5座。哦，5座，5座，跟 Pitch 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所以我们有很多误解这样子哈，观众肯定也有很多误解，所以各位雅座嘞，雅慧还差很多座，OK， 所以大家继续的为他投票。明天中午12点，对吧？开始。谢谢大家。Yeah， 我知道他的 fan club 很积极的。是，大家继续努力。最后有什么话对喜欢你的观众朋友们说吗？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也很喜欢你。他是最有实力的啊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投票。谢谢雅慧，谢谢雅慧，希望能够在台上见到你哦。